总算在经过这个无限加时轮回，我们总算回来了。我们现在进到的是这个 A 组的这个决定第一位淘汰的这个败者组的比赛啊。那这边地图来到的是好奇心地图左下角，对，是右下角，是蓝色的神族 Max Pax。地图左上角是黄色的虫族蓝坡。有，应该是去拿那个外送了，要补充点能量啊。啊，第一张这张图，看一下蓝波会不会，因为这张图比较小啦，看蓝波会不会打一些比较激进的战术。中期，期望的是他可以在中期一波把对面爬死。来，帮我们稍微加快一下这个节奏。正常来讲，这个时间我们就会开始啊，三个半小时，差不多是一个理论上是一个 GSL 赛制要差不多快结束的时间。当当，叽叽叽叽，棒棒棒棒棒棒。没有，其实我现在听青花瓷。靠背，还是在听快乐崇拜。啊，没有，其实青花瓷蛮好听的。说认真，那你有看过把那个《快乐崇拜》放在那个我们孔明的片头曲里，跟那个动画结在一起的那？对啊，我已经什么鬼畜版都看过，恶搞版、酷手版都看过。完蛋了，这个穆晴飞抖这一个账号，只有 AD 看得到。干抖这个只有 AZ 拿到钱，完了，完了，老板已经睡搞搞了，这是个不公不义的世界。笑死！最后你看，员工努力加班，钱进老板口袋里，这就是社会吗？这就是社会吗？我们两个在这边要死要活，最后钱进老板口袋里了。哎呀，这就是人生嘛！笑死！哦，这边好了，这边再走了一个 VS 开哦。他这张图没走 VC 开，我还是比较意外的，因为这地图其实讲道理还是偏近，所以其实如果虫族真的要打什么蟑螂女王一波，还是可以打，只是他不会打什么一本，他会打什么二本带空投或是什么王虫过来放虫胎，这种都是有可能的。完了，你这边我跟你的连结还是有微微的电磁音。那我们就 Skype 好不好，或是其他东西啊 ？Skype 我好像还真没找到。等一下，再听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就你讲干话的时候就很正常，但你想认真讲话的时候就会。啊、你老实的。所以我现在从头到尾开始到强强叽叽叽叽棒棒就很正常。对，确实确实。然后我一讲比赛就开始电子音啊！对，确实确实。那我没办法，那你不能，你们以后不能说我都不认真啊，对不对？我很认真啊，叶老跟我讲，我认真还是好消音哎、欸。这边没事是走了先知两先知，应该直接走三先知吧，没意外的话。哎、欸，有人张潮下去了，这个张潮算早了吧？没有吧？他可能你要知道，他前面看到他流程是一个紫图追猎，所以理论上来讲，他可能会发现他是一个跟踪消失，那他就应该在正常时间下一个蟑螂虫草，然后最后突然一个先知飞出来，那也来得取消了。那没差，等一下就爬过去啊！爬过去，爬呀！一本都爬，你也太浮夸了哦，好像还可以。管他的，然后就出先知的，就量你这个先知抽不完，是这样讲的吧？能量没有多到，不相信你抽得完我的东西啊！哎、欸，进来硬杀，进来硬杀！好，这边直接先知些 BFBC 接闪追的一个流程，就是比较现在比较主流的套路了。就是其实之前他们把那女王消了，最大原因就是为了这个，就是要让神族这个流程可以拿出来用。
我想看孔明。孔明现在是每周必备行程的。哇，我想看孔明啊。哎、欸，孔明大概什么时候更新啊？礼拜四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是前阵子上个礼拜才一次把它看完，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哪一天。我也是一次把它看完，不知道到底哪一天更新。好，但是有没有比较知道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好，这个 Messi 后面直接转闪追了，转闪追，追 VR。那看他是直接走巨象还是怎样吗？其实讲道理，如果针对欧美选手的话，其实可以直接上来两个 VR 射掉巨象，因为我发现他们很不喜欢速跳飞龙，就是当进入二本之后，其实像韩国虫族跟欧美的虫族的明显差别就是，韩国虫族这个局面很喜欢去走飞龙，欧美虫这个局面他们喜欢张张狗爆。不是更新第五集了吗？干嘛呢？再去演示一下，我没开抖内吗？我记得好像有。还是我没有放，我也不知道。打 VP， 你的账户已经入袋啦，有叮咚的声音啊，不是叮咚啊，是坑坑的声音啊。什么坑坑？你的账户啊，人家账户有吗？对啊，人家抖宵内钱给你了，哎、欸，那个宵夜钱給你。哦，谢谢木晴飞大大的，那多少钱？我看到了，我收到了，谢谢木晴飞大大的150元。谢谢。孔明好像礼拜五还礼拜六的样子，没有，我看已经比较快的，已经更新第五集了，其他大部分好像都礼拜五。哦，这边正面现在压一波，然后面放这个禁制立场啊。哎、欸，切一波可以有、哦，来蹭，切一波。你这波跳完，神族不赚啊，神族怎么死18个农民啊？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哦，等一下定到喽。来，九德八里，好像会打死人，好像打死人哎、欸，可是打死哎、欸，打死了，哇，力大无穷，敢追吗？哇，这个后面那个禁制一场很关键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哇，定到这波定到好多，可是讲道理还是守得住吧，这人口差那么多。可以啊，可以走路啊！哎呀，当时没事，刚看讲应该是三矿所有的龙都被毒包撞掉了，啊，应该是。哎、欸，他还是中了，其实这几波 Max Pace 还是中了不少火哎、欸。没有，我告诉你们啦，为什么没有盘啊？莫德要混吃等死。不要问，因为刚刚那个中场休息时间太久，久到我已经整个人都不见了。没有啊，因为我们把盘拿去开宵夜了，所以没有那个盘了。靠北，糟了，本来打了一波闪这一波，反而你妈是四控没压掉，三基地还没了。哦不，绝对不是我们攻击失用哦，只是刚好不小心拿去开了那个而已。哇，那这样子的话，现在兰博只要爆到200 A 过去，游戏就结束了。这人口已经差70、欸，现在一次爆只要中两发满的才会赢。中两发，真的要很满呢、欸。这个不是，甚至我都要两发最满，加上三矿农民没有掉，然后呢，主爆撞过来时，全被追猎全部残血或超级电子奶回来，他才会赢。你这妈，你在演电影是不是？我不相信了。好，我刚穿越回来了，我不相信了。啊，主播没了。哇！没了，被滚在脸上。哎呦，看来我们不想看到那个剧本，有可能不会发生哦。梅瑞赢得很恐怖，我怎么跟你这样讲？因为梅瑞常常在雷诺的直播里面上来就给他打一个小时，可能不会发生哦，有点舒服哦。
呀，啊，这边先恭喜这个蓝坡，哎，先拿下了一个小分。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一把结束是先秀布这个画面？他们该不会又想进休息了吧？我现在很害怕，我现在看到这个画面，我就想说这左上角不是啊，怎么一直在休息啊？干，左上角会不会有一个倒时间？你们是法国公务员是不是啊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，安全的。不对，你有看过 Huston 最新的那集 You Suck 吗？没有啊。你知道投稿的是谁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在看他的影片，你知道吗？没看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最新一集投稿的是 PD 捉狗，然后在里面他说从，反正他就举例，例如虫族是懦夫，然后就有人去把他截图截下，然后 Huston 就说，应该不是只有我发现说一个法国人说人家是懦夫，这是有点讽刺吧？呀，你真的好电子音哦。我们再回去刚刚那个频道试试看好了。我们去这个，喂喂，哇，你第一个喂都听起来特别清晰啊，喂，别嘴，法国二战好歹撑了40天，你说他们盖的那一条非常牛逼的马奇诺防线吗？算了吧。喂，这是声音正常。他改过网页，所以他会卡那个。听起来正常了。好，我现在进到的是这两个第二把地图，来到的是布莱克本地图右下角，是蓝色的神族 Max Pass。左下角是黄色的虫族蓝坡。啊，哎，这张图 Blackburn， 你知道在 Blackburn 这张地图上，欧洲人的理解是完全可以爬的，你知道？他们发现说这张地图其实很适合爬，直接那个他们会敲那颗石头吗？还是不敲就直接爬过去？就直接爬、啊，直接爬，这么凶悍就不屌，对吧、啊？而且常常还爬死，这么厉害，是的。好了，那我要把这张图放出来了。嗯，以后天天开爬，天天欢乐。好的，你们知道这比赛其实是有那个选手卡可以氪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你们可以氪金去抽他们的那种，就是类似一，就是反正就那种选手卡，就这次做的那种官方那种周边的奖品。然后目前我认识到一个人，他刚刚说他想去抽到索拉的卡，但他抽到了5张龙。五张龙，抽到了5张吉祥物，就是连选手都不是的那种。傻、啊、西，你说是这个 Alpha X 这个标记的这个龙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就那只很像快龙的那只，有够肥的那只龙，他抽到了5只。他好烂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他不能早爬了，错了，他每天还是在爬，他只刚那盘没有爬，因为没有爬就赢。这故事告诉我们啊。这个抽卡，而且他是氪了金下去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抽一次多少钱？抽一张多少钱？你用氪了200，不然你要用挂台的，那也可以。哎、欸，啊，他那个是不是拿到实体吗？还是不是不是，就是电子的啊，电子的，干电子的。我以为是会有实体的东西寄到你家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看实体的，妈那运费就不值了。哎呀，那可以卖贵一点啊，对不对？算了吧，那就不用人买了。最白是他抽到了5只那只胖胖的龙，我就很想笑。那个啊 ，FGD 5D 龙啊，结合在一起啊，对不对？刚好召唤一只索拉 ，OK 吧？不行。哦，是你的。送错的外送又回来，来到了欢乐送。好，这边 BS 第一只直接做，这边直接做虚空。
看下这 Max Pass 后面会怎么接。直销室稍微往外绕，这时间点兰坡加里哦，我这边稍微看一下。各位，麦当劳欢乐颂，我先闪了，等一下回来。然后这边四条狗过来，我去抓那只工兵吗？抓一下，抓一下。好，矿直接点下去。主要还是要看后续啦。这个 Max Pack 后面等一下第一个放的科技是什么东西？在哦，这边提了空军一攻，准备要下第二个 VS 继续开飞机了，是不是？又要开虚空啦。然后现在这种虚空的打法，主要还是第一个它造价变贵啦，然后再来是它的建造时间也变长，所以其实相对来说，真的遇到这种虫族的一波过去，你的兵量一定不会有之前那么多，你的容错的空间又更少。哦，这边来坡，二本直接提上去哦，然后张草也放了。这个狗过来看到这个三矿的瓦斯这么早开，应该会有点感觉啊。因为正常如果是正常打的，这瓦斯不会开的这么快。应该有感觉到这个后面应该是直接两个 VS 在接东西。啊，王虫提速提了，看起来这一波应该是很有机会要直接把后虫全部运出去了。螺旋塔也放，看一下这王虫提了之后会不会把后虫丢出去打一个假爬吧。等下爬一爬，在那个二三矿中间压一压，后面再按一波飞塔。Pass 的四矿点的进度也是够快的，然后从进来确认都看到了三个 VS， 然后看到你的这个舰队导航台才刚好而已，接后面按航母，哇，这个刚刚这个如果第一时间真的是丢在脸上，这个 Max 估计是人直接没了。别人家里打得很偷啊，但就要看一下这边，看一下蓝坡这边后续这个螺旋塔好，第一时间要按的是什么东西哦。这时候如果直接按一坨斧飞，哇，真的是斧飞，那这样子我觉得 Max Play 这边很危险啊。这个斧飞等一下有可能抓到一个这个航母还没有续成型的时间，直接骑在脸上，不过有点痛苦。来了，后虫也要往外走，也有感觉吧？有感觉了吗？后虫往外走，黄虫也带过来，然后这边后续的斧飞也要跟上。这边青虫胎，但还没有看到上面的哦。这个 Max Pass 是没有看到上面的部队哦。前面王虫在拉屎，直接这边后虫接过来，这波不好守。主要是被抓到这个在转这个航母的 timing 啊，这边六台，后面三台快出来了，但这里要很小心，后面新出来的不能直接被吃哦。别在脸上，除非稍微往后拉一下。等一下，后虫在这个位置是不是还不能奶？好像要直接打死人了，这边急火秒，先秒虚空，把虚空秒了。哦，虚空好像要没咯，虚空没了，剩航母完蛋。
直接再接游戏结束。哎呀，不过最主要是被抓到这个在转航母的这个 timing 点。这个如果早一点 message 早一点发现，后面如果三台那个三台航母按出来之后，再回去按虚空，可能要守住稍微有机会一点。那我怎么一回来丹麦皇室就嗝屁了？啊，他按了三台虚空之后，直接去跳航母了。然后直接被辅飞后冲一波在脸上直接没了。没事啊，这就人生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好，那这边 A 组这边确定的就是第一个淘汰的就是 MaxPace 哦。等一下就会是由这个蓝波对上的是雷诺。到 GS 定理啊，蓝波应该会出现。那就精彩了，确实是精彩。啊，蓝波出现应该全世界都笑死了吧？合理啦，啊，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，我们休息个五分钟，等这个游戏开始，我们再回来。